谢谢。咱伫这个日本吼，一共是啥？咱每年12月吼20号，包括今年嘛有吼。你若上完这个高级班了后啊，有这个专训，咱会当报名。吼，咱这边是有预计吼，差不多150个吼，要过这个参加。天皇的这个驻守团，去那的感觉是非常好的，是说我们就钱也开得差不多了，不然有地方要买，我们买买，我们来带日本，那空气也很好，说实在，人的环境，人的教育，我们来看看的说实在吼，唔知要安怎来比。人个车、计程车，不时拢足清气个。因若开车个人，用就是伫洗车，吼，车辆拢洗甲足清气吼。啊，阮这是5月旧年去个，吼，旧年去个，拢落雨。啊，尤其是即个全国新车，吼，即个条啊。足济，即拢是阿里山顺的即个线路去，吼、哦，即拢规矩踩落，嘛无用啥物个过迄落，拢是原木，吼、哦，足水的，真的是很漂亮。啊是吼，即、哦这个萨古拉，即樱花拄啊开始伫放个，吼、哦，拄啊开始伫放。啊因日本吼。哦我们以后都是过西元，但民进党执政了，咱是会用国际的迄个西元呐，哈，就是近2015年，哈，咱会跟国际同步，哈。日本是12月25加过年的正月初五，哦，这是因的年假，因休过10天，啊，咱24号回来。我迄年去吼，2012年去的时阵，回来了，计讲呾，东京呾落雪啦。啊，结果是要爱看雪，是今年去美国吼，看10天的雪，太无雪，规个你若行出去，就是拢种雪啊。美国迄阵寒天拢雪，尤其是伫波士顿，我们去要去的进前，迄礼拜都好暴风雪。我嘛有去看到费城，吼、哦，费城人的迄个棒球场，甲芬兰球场，吼、哦，红袜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简单吼，甲、哦、大家做解说，解说这个，这是天皇伫这个广场吼，伫、哦、这个广场，伊这个是安全玻璃，吼、哦，这是防弹的哦，吼、哦，防弹玻璃，啊，这上个手也上悬。对，天皇唯一伊个手会当举上头壳顶尔，其他拢袂使。哦，这就是制度啦，因个制度，天皇上大。你今仔来见到人，只一个人举边个头壳顶哦，都要抬头啊。哦，天皇上大。你若像伫英国、日本天皇，伊若去访问个时阵，你包括。英国遐皇太子，伊爱跪单脚，吼跪咧，甲伊惊咧。奥巴马嘛爱90度，甲伊握手，吼、哦。啊那迄个公子，吼、哦，就是查某诶，伊迄裙爱穿甲袂当看到鞋啊，吼、哦，拢爱穿足长，一裙即代表礼貌。哦啊，这个咱人足济，咱就是100几个拢伫头前食，吼、哦。啊，咱的鸡啊，吼、哦，诶，这唔是咱的鸡啊，这因的鸡啊，吼，因是用竹啊、竹米啊、竹啊，吼啊破的，啊用纸捏啊咩？因迄工夜还佫回收等的，因上爱夜咱的鸡啊，
因为咱的机啊是用布弄的做的，头前佮有这个小旗子哈、哦，这个阮是拢对这支讲牙了了，但牙这支要创啥？要等于做纪念，哦，是不是？咱这拢用塑胶的嘛哈，拢、哦、用塑胶。咱那是客两支，民政府拢无啥要敢客，拢要敢客，因为去本机、马路机。啊，但是咱拢用贵州啊送的，哦，咱每一遍是拢足济，哦，啊，所以讲应该咱用个本机，你也看，因为个本机拢足济，你有看。咱台湾民政府的机啊，哈、哦，这支机啊，是以防治优势以来2000多年，今年防治2674。哦，2674年，唯一咱伫四年前2011年入去的时阵，唯一第二支机啊，咱会当入去到皇宫，其他拢总无。啊，恁最有一个学问呢，你茫人讲啊，恁这支机啊，都甲看安呢，这有它的代表性的意义在里面。一、這个国家随便互你搁举第二支机啊入去。那是不可能的事情，因为啊，应该呢，您来上课，这江苏干嘛跟您讲？对，这就是马路旗六个星就代表咱六个州，哦，六个州，台湾中台湾境海就是，哦，迄、那个星中就是美国，哦，占领，哈、哦。啊，这就是拄啊！我咱入去的进贡私下内底的外殿吼，这拢全伫遮，因民众拢伫遮拜。啊，咱是伫入去内殿后壁这个，唔是对遮行入去哦。哦，你有看遮有一个青青的树啊无？吼、哦，是伫只这个会议室内底入去，经过迄个门，整个仪式拢总做好了。你当对迄个门啊，烫鞋啊，鞋啊，你入去的时阵，伊个囝仔拢有置物柜，哦，柜啊，穿鞋置物柜，你拢放伫遐啊，穿袜啊，当对遮，那个很隆重，哦，入去，规个木柱形，拢总是稀落去的房啊，迄种百几年啊，哦，啊，阮三姑都是伫后殿，所以讲我去吼，去吼，就是安尼，迄心情就是足艰苦的，因为68年啊。我伫细汉的时阵，是阮妈妈有的提起，因阮三姑足疼阮妈妈，吼、哦，迄较早阮拢叫安娘啦。日本时代，因为阮三姑伊是算讲伊是排第四的，但是迄阵人生较济，医学较无遐发达，吼、哦、啊，真正阮迄个三姑是夭折去啊，吼、哦、爱排第四的，所以讲拢改，阮娘拢改叫做三兄。哦，是安尼啦，迄个日本的户籍成本，我有甲清出来，内底拢写甲足清楚。哦，所以讲，伊就是战死伫南洋啦。哦，啊，迄阵身材嘛，做好做海军。哦，所以讲我是哦，那去到遐哦，我都是啊，迄脑梗都顶起来，迄旁个讲个讲，等下。哦，啊，这是。中战哈70年，哦，这是咱的委员啦哈、哦，委员，哦，过来就是伫这个2009年哈、哦，12月15，哦，这当时日本天皇哈、哦，这个习近平是要甲日本天皇见面，但是你要甲天皇见面，爱有另外安排，唔是讲你话要见面就要见面，无可能，拢爱半年的时间。哦，啊，迄阵是经过美国的有关单位来安排甲天皇见面，是因为迄阵习近平是要阁做总理的时阵，哦，啊，伊见天皇了后，伊甲讲吼，来，阮即马中国经济非常好，哦，啊，请问天皇，你是不是会当从台湾来卖互阮？哦，讲24分钟，啊，天皇是简单甲伊回答，哦，透过翻译啦，哈。翻译给回答，阮丰足，阮无得卖物件呢。哦，世俗啦，哦，就是讲伊个丰足内底，哦，包括过着台安尼，哎，传落来，阮无得卖物件。
哦，啊，即马习近平就讲，啊，系啊，那无人要买，要淡薄讲也无意思啊。伊上大个目的就是讲，伊真经济真好，啊，台湾，哦，你是不是会当用钱来解决？诶，意思啦。但是天龙家讲 no， 无可能。所以讲，伊讲二十四分钟了，偏要帮伊就登去啊。啊，咱即马来讲这个法律哈，法律的台湾甲政治的台湾，以法律的台湾，咱较简单，法律就是硬邦邦，即就是即，能就是能，吼、哦，这无法度来改变。但是政治就是无同哦。我今日要讲的，哦，以可能咱时间也无向济，我阁讲较紧小快哈。这个政治啊，伊分做两种，吼、哦，分做两种。一种是名词，啊，一种是形容词。唔是你若回去，你若上课回去，啊，若上希望的是要甲谁讲？是不是甲咱这亲戚朋友讲？哦，咱有受过这个法律的洗礼过，咱有真好的内容，哦，要分享给咱的亲戚朋友听。但是咱的亲戚朋友会甲伊讲，啊，迄无可能啦、啊，上座拢相共啦。咱嘛得爱上班，爱做工，月头通啊食。你会去拄着即种人，啊，即种人吼，就是安那人讲的，我咧讲的迄个名词啊，就是假霸单系迄种人啦、啊，任人宰割。虽在遮政客，但是政客像即卖政客敢无良心？真的政客是无良心啦、啊。哦、但是咱台湾民政府以后参与政治，咱爱做一个有良心的政治家，就像咱秘书长安尼。伊一个咧，逐个人每一个人，你毋免去插政治无要紧，但是你爱去参与，你爱去捌这个政治啦。你若毋捌政治，是换政治来捌你的时阵，就像即马咱真的台湾人安尼。我叫你纳税金，你就爱纳吧；啊，要叫你做兵，你就爱做兵。啊，其实咱这拢唔免的呢。咱早起秘书长嘛讲啊，哦，咱去四个诉求：日本是台湾人的祖国，比占领区的台湾人，咱唔免做兵呢。啊，你也想看，咱就是直接互伊糊弄嘛。我嘛做两年啊，哦，搁互强迫，哦，讲我一定爱加入国民党。我哪有教他放？我阵伫妈祖啊，仁爱村啊，迄、那个军兵，我较早我迄个门吼，诶，伫迄个急诊室，迄个门，我个电话，迄个白啊，我落尾迄个编辑号码吼，438261，我拢甲钉伫迄个门遐。啊，真唔知要个滴个，我唔知。哦，为什么咱台湾强兵？啊，伊讲你若无参加。你无教人放，啊！我是讲上三工，我讲好啦，啊！都金五都剩年外尔嘛，吼！啊！都伫遐安尼等来，啊！等来了过年，我当加入迄个民进党诶，吼、哦！到今安尼超过26年啊！啊！结果开足侪冤枉钱，浪费足侪精神，佫惊唔着咯，吼、哦！啊！所以讲，我的同学吼，我足感谢我的同学。阮同学甲我讲的时阵，阮同学是第二期，啊，我第八期初级班啦，吼，啊，高级班是第一期，啊，恁真正足好运，伊真是吊车尾啊，吼，咱的名额4000名嘛，差不多有够啊。但是进要个训练就是阮早期啊，是我上少年的呢。哎、欸，迄第二少年拢到要70岁呢，你敢知影？拢85岁、90岁都要有。啊，为什么因才会来？佮足侪人哦，为几百一遍安尼，伊迄阵是2礼拜一期，拢百外岁，啊，拢头毛白苍苍的。因有经过这个历史过啦。你若85岁像阮爸爸，因迄阵都拢是毋是读高中啊？哦，甚至嘛要读到中学啊？哎，毛做过兵，像李登辉，哦，等下我用一个迄、那个一报纸，互你看。伊毛受过日本教育的人啊，伊还唔知这块土地是啥物人诶？只是讲伊迄阵迄个当下，伊做中华民国的领导人，
伊袂使讲啊，咱必须你两年前就甲讲啊，讲你一定爱讲，那时间也袂到，啊真到未？真到啊！日本嘛开始拢在准备，啊伊是按照啥？美国的指示，咱就是一步一步，咱的法律咱就安尼一个上，吼，啊咱的人员看看甲收集，但是咱就是讲，咱的思想甲想法一定要改变过来。改变尔啦，真正无遐遐困难。哦，啊，第二种诶政治哦，就是哦，譬如讲啦吼，我这个手机，吼、哦，这个手机啦吼、哦，但是即马上新的是啥物货 ？iPhone 7嘛特别出来啊。哦，譬如讲啦吼、哦，未来机。一支有10万来讲，我有三个囡仔，啊，当时拢要搞去，一困就得付30万呢。哦，啊，咱是不是会当甲讲？啊，等候这个手机吼，若较大量的时阵，啊，若较少钱的，吼，咱再买好哩。哦，这就是政治的一种的形容词。哦，就像安尼啦，有一边吼，我甲阮太太去逛迄个百货公司。啊，我有哪样煮食？我用的面线，我拢去迄个搜狗吼，下面有迄个超市，就是拢咧卖日本的物件，啊，我拢会买迄个日本的面线。哦，啊买啊，就拿个囡仔买几领迄西服的衫。啊，即卖去吼，迄天，我请问者，恁乱来的时阵有手牵手无？有啦吼。但是迄是乱来时间嘞，迄阵嘞，几啊二十多年啊，迄间我无甲我牵手嘞，我讲系啊，即间来发生啥物代志未？结果去看吼，伊是伫迄专柜遐咧看，看迄包包啦，迄、那个包包我向往影着，哎呦，即两三十五粒零，头前搁一个二。我讲，迄落你等一下，我来方便一下吼。爱在底下看，啊，结果底下等奇怪，啊，底下讲，啊，你变数带一样久啦，无啦，我都过来遮看。就较20万呢，五个零啊，头前一个二啊，对不对？是不是20万？吼，惊死我讲。嘿哦，无要紧啦。那台湾民政府啦，执政的时阵哦，我一定买予你。咱若执政，咱太无钱，咱足侪钱。只是讲，包括即阵，说是执政者的政策唔对去呢。无你也想讲，咱台湾这块土地是真正你安个回想起来，实在有够好的。咱要爱食啥就有啥的呢。你基本干无法度啦，随时要食啥就食啥。迄半年是拢落雪呢，美国嘛是啊。哦，我去美国是迄十天，我都好拢感冒，寒甲安尼。迄伫迄末市场吼，惊死！125间的商圈，啊你去，我拢入面吼，内底有烧气，拢啊迄间关关的吼，啊入面安尼逛一逛较烧，等佮走去北京，啊去看看安尼。迄你无法度啦，你看袂完，真正看袂完。啊，迄衫有够多，食嘛有够多，但是中国人嘛足多。整个美国哪一个州都是有中国人，哈、哦，这就是政治的一种啦，哈、哦。咱做简单的解说，哈、哦。来，咱即马就是这个五都的选举，哈、哦，咱拢知影，哈、哦。高雄县会当合并伫这个高雄市，哈、哦，啊，各县市拢会当合并。为什么台北县甲台北市太袂当合并？吼、哦，这就是恁若有用心在听，恁会当去领悟会出来。秘书长拄仔敢讲两个重点，恁敢有听到？吼、哦，咱今仔初级班要来学习的，就是讲占领袂当移转主权。第二点。流亡政府袂当就地合法，台北县
是不是即马加一个新北市，对不对？啊，为什么台北市甲台北县太袂当合并？啊，台中县哦，卖讲台中县，高雄县甲高雄市嘛足济人啊，是安那太会当合并？咱的运动选手迄是写啥？全是台北，对不对？中华台北，是安那太卖用中华台湾。以流亡政府，伊是流亡来伫首都，台北市是咱的首都，哦，所以讲，如果台北市甲台北县乃当合并，就是叫做啥？就地合法，遮伊就拢总会当合并，哦，就变成流亡政府伫遮就会当就地合法。但是这是国际法有规定，流亡政府不能就地化的原因是伫遮，所以讲台北市伊爱阁设一个新北市，安尼你有了解无？吼，哦，这是安尼原因，唔是台北县哦，遐济人安尼做一个一刀安尼伤济人，不是，迄是拢在甲恁骗的。吼，哦，咱若法律读过较清楚的逻辑，你就知影吼。哦这样，我拄仔咧讲诶，哈，台湾是日本重要的伙伴，这足重要哦。这呐，整个都闽南话哈，这你呐，看有介详细诶人，像咱长，长迄个日本，哦，安保法已经通过，这个安保法。是日本原底是自卫队嘛，吼，自卫队的形态，但是伊这个安保法解禁以后修宪过，伊不是变作自卫队，变作军队，伊会当支援所有的盟国，会当支援。啊，即马这个意思就是讲要牵制是虾米人？上界大的土匪是啥？对。那咱甲讲土匪安尼，唔知会伤过歹听话，啊嘛差不多嘛吼，啊强盗嘛来遮都像迄落安尼拢学袂抢啊，嘿，哦，啊所以讲美国他伊嘛是真正讲重振亚洲，台湾都是舒适圈啊。你啊像讲咱的内湖，哦，金湖路100号遐，迄是亚洲军事的指挥中心。遐到要7架呢，20000平，3,6,3,7,20，超伫迄个20000平呢。啊，你啊看，你那迄内面会当带偌济人，迄拢伫地下化呢。台湾人嘛无入去伫内底做工课，有啦，外口的墙啊啦，哦，搭遐瓦壁啊，搭遐泰路啦，迄有台湾人去做啦。一寡内底的较精密的物件，拢完全是美国人在操作，哈。台湾有敢有对日抗战？有无？无啦，哈。啊，你顶日讲看到啥？嘛有人讲骂阿威伯啊，讲你这老翻灯。哎，一生人一世老呢，但是伊嘛讲，你去问那70岁的人就知影嘛，这就是伊已经表明了嘛。恁啥物人，恁爱知影啊？哦，啊，但是咱受着这教育，我跟你讲，你今日若无伫咱台湾民政府听到这论述呢？你嘛会想讲，阿威伯啊，真正老顽童哦。但是伫咱几啊年前，必须要讲，阿威伯啊，拜托个，你嘛爱承认，你知影你是啥物人？因为伊个大兄李登钦，吼，哦，嘛是伫靖国神社内底啊。哦，我拄啊阁无甲恁讲着，如果咱来去靖国神社，咱会当入去内殿参拜啊。
内殿毋是讲你日本人一般即个国民，你随便会当入面呢？袂当。咱来入面拜了吼，出来，伊遐民众吼会甲你惊咧。为什么？因一世人都无可能入面到内殿，都像住伫外殿吼，安尼拜拜啊。迄个钱币吼，也含一挂钱币，哎，嘛无咧用香哦吼。你包括这个像烧金纸啦，啊，这个用香火啦，一马普渡惊死人，迄真正有够济。啊，请问你若讲遐祖先敢得会着？伊敢无甲你讲？嘛无甲你讨钱啊？哦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讲吼，咱进嘛爱较俭啊，希望你有人过日本无？在座，恁真正爱过一逝日本啊！阮有一个逆商哦，甲我讲安怎呢？男啊男啊，我甲你讲哦，人若要死哦，上届无你爱去日本一逝，我是安怎？你过你就知。真正讲人的景色哦，吼，真正做了环境教育做了够好。我五月十七过吼，因拄开始。实施教育运动，交通教育运动，你甲看咱一天发生车祸偌济？因个教育是对国小、国中、高中开始教育，是安怎教育？伫因个运动场内底设置迄个临时的红绿灯，吼、哦，阿妈斑马线拢有画哦，啊，即马车啊，但是伊迄个演习个人伊有穿个防护衣。哦，啊，就想讲，伊在行迄个，想讲绿灯的时阵，是不是会当行过？啊，但是若红灯，是不是行斑马线会当行过？但是你若车闯红灯，甲弄落，哦，伊就迄个演习啦，伊就叫我车来，吼、哦，啊，送去病了。假设啦，吼、哦，这个人亡身去，是你家弄死，唔是讲咱赔钱呢？日本不是，是以你的平均年龄。伊譬如讲，吼、哦，这里给你弄死的三十岁好啊，吼、哦，还有四十岁啦。但是伊的平均年龄哦，八十岁，你爱陪伊后边这四十年。哦，譬如讲，卖讲足悬啦，平均那一个月吼，合折合啦哈、哦，咱的台币那七万块就好啊，你爱去负担。伊即七万块，但是伊内底的生计，你拢爱甲负责。安尼，那请问，伫安尼的教育之下，对伊阿未摕到这个驾照的进程，你开始甲伊教育。等下伊若摕到驾照了后，你甲看，伊敢敢安尼开车？卖讲咱的路啦，人因的店啊，敢是空三十公分呢，咱的路空几公分？人个是十外年嘛得换诶，阮去安尼坐个车，吼、哦，是足爽快诶，袂讲安尼丢安尼丢安尼丢。啊，人因迄驾驶拢个爱个扳头啊做记录，我今日对地几点对地个出发做笔记，我平均个速度是偌济，我爱做笔记。啊，到几点几分到对目的地目的地，我爱个做笔记，迄就是要啥？要有呢政府查。政府啦，查讲你开车超速，歹势，伊会将你这间游览公司即马无罚款，即马是全部甲你撤职，是安尼呢？你甲看咱只发生一年一天还是一个月安尼哦？你甲统计起来，真正足恐怖的。阮太太哈，伫6月14号礼拜我等伊的时阵，伊我。两个囡仔吼，一个是伫查某伫台南，细汉咧讲野球，嘛伫台南的康宁大学，爱拄要载伊去坐车，拄伫我出征了后，迄、那个青红灯，对方迄、那个欧巴桑啊，61岁啊，伊是冲红灯，直接弄对阮太太的车，因为头一台已经。行过啊，阮太太第二台在启动二站尔，来弄伫个车链，迄、那个链啊，
上殿的所在弄落，啊喷对鸡啊去，嘿骑偌紧，好，咱甲算六十多，乌多麦骑六十就足紧啦，啊嘿不止六十，伊当场弄到的时阵，我去的时阵，伊弄到脊椎就断去啊，当场就死啊。阮太太安尼惊到底啊，手皮皮抓啊底啊哭，哦，我讲无要紧，啊伊都人冲红灯嘛。因各有证人作证，哦啊，所以讲我到了后，我嘛去甲看家属，吼、哦，我去甲看，啊，就将迄个强制险200万赔予伊安尼俩，啊，伊嘛袂要求啥，伊讲，啊，就冲红灯无，你要搁甲对方要求啥，哦，啊，伊嘛足理性啦、啊，讲啊，就刷，吼、哦、啊，整个伫迄、那个。第一阶段哦，就是迄个伫迄个调解委员会，阮就做解决啦。哦，都无过对法院去，还是做一个程序上安尼尔。所以讲，这个交通教育足重要，吼、哦。哇，今日要讲到完，可能有难题哈。马、哦、紧，咱甲重点讲一下。请问您哈，您即马是饭前吃水果，还是饭后吃水果？啊，不一定哦。咱的老师较早咧讲教育的时阵，教科书是拢教啥？饭后吃水果哈，错了，一定要饭前吃水果。哦，这只是较早是拢错误的教育。哈、哦，我较爱食苹果啦，所以讲我改用苹果。啊，恁若爱食，恁买当用。香蕉啦，吼、哦，奇异果啦，拢会使做些水果吼，芭乐嘛会使。因为你呐，像透早起来，你该啉300cc 的温开水，吼、哦，甲胃叫醒了后，你食水果，无一定在食苹果啦嘿，芭乐嘛会使，香蕉嘛会使。啊，你食完了后，一点钟以后，当食你喜爱的早餐。早餐跟中餐吃好一点，晚餐吃比较素的，吃比较少的，五分六分饱就好。伫七点以前，甲准备好，安尼你会加活足久。为什么？我讲这一定要有道理啊！因为我伫遮是向我拄仔讲过，我是向全球七十几万人咧讲的，我要有实际的。亲身体验啦、啊，对不对？因为水果有抗氧化的作用，就是因为你先吃这了，水果啥叫做抗氧化？因咱体内有毒嘛，也该排毒。抗氧化制衡哦，像讲宿便啦、啊，哈、哦，安尼排排了，你刚上班，你的精神足济。啊，那无你会当个做这试验，你吃饱，随个吃水果。一个啊，你就想讲，哦，足爱困，想要来困，那是什么作用？水果产生一种酵素，哦，就是足紧，伊就会发芽，啊，发芽了，想讲那水果，你若讲解困诶，是不是变酒味？哦，它会发酵，因为咱的胃内底是强酸，哈、哦，不是用抹诶，你像。有人讲哦，安柠檬足酸呢，迄个食了会酸胃哦，错了。酸呢，在咱的胃内底是变啥？碱性。甜呢，在咱的胃变强酸。所以讲，话哦，我看了是啊，唔来嘛，免哪讲，学生囡啊，当然拢掼一包，迄啥物话？饮料。爱饮料拢啥？卡一个果糖，啊无就塑化剂。啊，咱卡啥拢唔知道，所以讲我甲我遐囡仔讲，拜托个，你拢甲我啉茶就好。平时然后饮料起，等下平时我拢摒掉，我都拢甲偷归摒掉。咱要食食茶，食茶是上好个物件。啊，尤其是女孩子，不要吃冰的东西。真的不要吃冰的东西，哈、哦、啊！
咱你像秘书长，我安尼讲讲，秘书长，啊，我是不是会当讲吼？迄个咱台湾这牙齿啊，吼，以后慢慢咱当个改掉。你若改掉，用啃石头，吼、哦，但是咱卖去食就好，因为为什么？你长时间拢食宵夜，我甲你讲，有一天啊，胃癌绝对来找你。老师你是怎麼說？我請問你啦，為什麼我剛才進前跟你說在7點以前飲食完畢，就是說早頓中道頓你吃魚吃肉吃比較青草也沒關係，晚上我們有在運動嗎？沒有嘛，你吃到很飽的時候就倒下去睡，但是胃不能休睡啊，是不是要消化你的東西？你如果吃肉是不是消化时间变长？啊，你透早起来要阁食物件，伊胃拢总无休困，到时阵会产生什么病变？啊，你若胃休困，是不是你的寿命就会较长？就像讲，咱即卖作息，你嘛爱小可控制一下，哦，就是讲11点到1点的时间，我上班拢11点就困啦。哦，就是咱那个肝啊排泄休困的时阵嘛。你譬如讲肝，哦，他譬如讲啦吼，像我的手部安尼，但是你然后休困时阵，倒来休困的时阵，也释放，哦，对，佮中大，哦，就是你今日所食，哦，伊会甲你排毒。啊，你若安尼休困，你隔天起来的精神会足好。哦，这是我做一个简单的养生之道。啊，你若食柠檬，柠檬吼，你爱用迄个安全柠檬，就是讲伊有腌起来无毒。啊，你甲伊洗洗冰冻冷冻，稍3点钟，你起来甲伊切片，切切了了后，用容器甲伊袋咧，啊，倒一撮蜜。你若认为讲我足惊酸，吼，你加用一撮蜂蜜，蜂蜜是天然的。哦，你尽量买天然的，卖有人饲糖的迄种的。你含一束啊，啊，倒我冷水，哦，改饮饮嘛安尼，啊，放两工，青的皮会变金黄色，迄就是真真正正你爱用安尼萃取出来的维他命 C。维他命 C 唔是你安尼破开硬硬的。加啉到维他命 C， 还是唔对的。以你要萃取维他命 C， 你一定要改破坏伊的组织，就是咱冷冻嘛，改冷冻会破坏伊的组织出来，迄到尾啊皮拢黄的，迄就是苦药，迄足好的物件，啊嘛是足好、足简单、佮有效的减肥药啊，伊会燃烧脂肪嘛。哦，你像讲咱化疗，化疗有一种的阿霉素。阿霉素对迄个癌细胞哦，致癌的迄个成分是3%而已。但是你用像我安尼食吼，诶，迄个效果是超过阿霉素的10000倍。这是咱养生之道。你若像安尼食，吼、哦，你会远离癌症啦、啊，较会都较袂去侵入啦。哦，这是最好的养生之道哈。哦好、哦、啊，这咱看者就知影哈、哦。三项第一名，恁大家去想哈、哦。啊，这是咱都有讲过哈，哦《旧金山和平条约》的签约日哦，甲生效日哈、哦。啊，这个就是恁今日要来学上个重要的重点。为什么台湾请要主张要独立？未当独立的原因是伫遮，主权吼，就是三分题吧吼，就是权力哦，加名利加这个主张可能吼，完全的主权就是地上物的主导权加土地的主导权哦，嘛等于是权力的主权呐，加领土的主权。那么主权的权利，就是定义主权的义务。
哦，这是领导的性质，那有哈、哦、，right 加 title 加 claim 哈、哦，加这个 obligation 哈、哦，这都是义务哈、哦。来，这是旧金山和平条约哈，第二条哈、哦，啊，这个 two 这第二条的 B， 咱会当看到哈、哦，这是咱新台湾论内底哈191页，咱拢看得到哈，一、哦、片。We don't say all right, title and claim to Formosa, Formosa 包括 Pale, 这个 claim, 这个就是主张，就是宣誓权。因为日本放弃台湾的权力跟名义，这个主张就是宣誓权。权力就像我刚才说，这个政府它就是有权嘛，譬如说就是讲这个阳明山，哦，阳明山风景足水嘛。但是我叫迄个领管处，吼、哦，你将这个阳明山，吼、哦，改建设好，做一个国家公园。垦丁马修港，吼、哦，做一个国家的公园，这是不是有这个权利？哦，民意的意思就是讲，譬如讲总统。伊嘛有这个权力，吼、哦，就讲任命交通部长啦、啊、内政部长啦、啊、啥物事行政部长，吼、哦，行政院长加院长加，吼、哦，这就是民意。啊，这个主张呢，吼、哦，这个 claim 呢，这个宣誓权，这个足重要。因为咱嘛得爱放弃这个，因为伫1945年的4月7日，咱的领土已经合并伫日本天皇。诶，这个新鲜不可分割的领土内底，这个主张吼，以占领全国有这个权利。譬如讲，伫4月7日，美国的两架战斗机降落伫台南机场，伊要来屏东嘛会使啊，啊要来台南嘛会使，啊是为虾米？他有占领权，有这个权利。但是你今日这两只飞行机，你甲飞过苏联，会安怎？人飞弹就甲你打落来，这叫做宣誓权呐，吼、哦！诶，意思是安尼。我若讲我这个国家啦，吼，我是这个国家，你这个领空还是这个领海，你拢总袂当甲我过，这就是宣誓权。但是你若飞过，人飞弹就随甲你打落来。这个更重要哈、哦。来，咱过来比较哈、哦，这个意大利啊、哦，当时是放弃这个索马利亚哈、哦。意大利 we don't say all right and title to 索马利亚，伊放弃两项，拄啊，咱呢放弃三项，啊，敢无第四项？哈、哦。就是我拄仔咧讲诶，意大利伊无索马利亚诶领土诶主权，所以讲伊爱放弃全部，哦，就是放弃 title 甲 right， 哦，这两项。啊，咱因是变作领土，咱来放弃三项，哦，所以讲咱今日伫遮，你请要讲要发独立。但是咱大顶面啊个主人，迄个是虾米人？喂，你上将军你拢唔知啊？啊？不是啦，我们居住咱住伫台湾，即块土地一定啊，要个主人啊，日本天皇啊，唔是日本哦，唔是日本政府哦，是日本天皇，咱是伊个臣民。好、哦，安尼你听我，我拄仔咧讲就是讲，咱到底真是啥物人？阿辉伯嘛，拄仔讲过呢，迄种美老翻天，你煞唔知？吼、哦，台湾是日本，日本是台湾人的祖国啦。吼、哦，安尼恁听有无？咱是大日本诶台湾人，吼、哦，你爱认识个好哈。好、哦、来。安尼，即个来讲会完哈。美国
军事政府的架构下，台湾民政府，恁张有来的人举手，张伟安，吼、哦，恁拢张伟安来嘛，吼、哦，恁伫大门落车的时阵，因为恁袂当直接入来嘛，一定爱伫遐落车，啊，换证件，对不对？但是你的边，右手边，遐是毋是有一个大理石用的？遐写啥？台湾民政府哦，啊，遐写是写台湾政府，迄、那个牌是写台湾政府。但是你入来，你唔知有看到无？大门迄、那个顶管，咱迄个二楼遐有写啥？台湾民政府。那到底是台湾政府啊，台湾民政府，我搞不清楚，是不是恁安尼想？来，这就是重点在遮。台湾民政府的顶头上司是虾米人？美国军事政府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咱是美国军事政府底下一个机构嘛，咱嘛是等于美国军事政府啊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民政府伊原来的名，就是台湾群岛，恁来记起来，台湾群岛美国民事政府，这是这个全文呐、啊。但是咱来简称台湾民政委。哎，五个恁都搞不清楚啊！啊，哪些乡等恁要安怎才会记诶？哦，简称台湾民事政府。哦，啊，咱即马就是台湾民政府。台湾民政府在运作台湾政府，在运作台湾政府。啊，咱即马有在训练无？有，以军事政府有三个时期：军政时期、噶训政、噶宪政。但是咱即卖基本法，吼、哦，前第一届诶，即个参众议员嘛有审过，哦，啊，咱即卖开始审核第二次或者是第二批次诶，即中央参众议员，你看全讲，吼、哦，这是咱诶第二教室，这是第三教室，第二教室就是新竹州整个州的州训，他卖个专训，你真诶专训已经完训结束吧。现在这个周训就是说在执政前我们要做准备了，要做准备，所以说整个州都要来这里训练，你这场所比较快、哦啊、这个民政府我们是要做什么，就像我刚才说的，我们的内政法律啦、司法啦，我们都要管理，包括我们的税金也是民政府在收的、哦哦、不是军事政府在收的、啊、军事政府它是负责什么？国防甲咱地区的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，这是军事政府伊爱负责的。哦啊，如果咱整个被占领区这个民政府，哪当中做甲完全 OK， 整个都正常化的时阵，伊美国军事政府爱有两个单位讲好，安尼军事政府会当伫。这个该地区切替有两个单位会当讲的，一讲的他说了算。第一，国会；第二，就是美国总统。伊讲 OK， 你可以撤退，但是撤退的时阵，哦，咱这个民那退掉，军政府撤退嘛，咱这个民退掉，这四个要安怎谈？台湾政府。恁的身份证签的这张是写啥？恁有签的人，恁会当甲看啊？台湾政府啦，所以讲咱会一定会接到这个捐款，所以讲这个就直接美国哦国土安全局伊就甲咱做哦，恁一样能够做一届。安尼恁听有无？这个就是安尼做解说，吼、哦、啊安尼。好，啊，我今日就简单讲到这，哈，谢谢。